当然痛苦啦。我村里的阿伯啊。后尾经有啥物单单消息还是安那？即马就是因阮小弟啊，算讲村里的爸爸甲妈妈有累啊。哦，即马伫家己啊吗？伊有咧家己。啊，即马阮太太甲因孙啊吼，甲算讲阮大哥的囝要来甲看妈者。即马要去看。待会要去看妈者嘿。咱嘛做唔甘的吼。当然唔甘咯，迄张只见面尔。哈？迄张也许困得过张只累尔。张较累尔。嘿，咪。那是差不多四点多啦，阮弟弟村里的爸爸甲我讲啦，伊讲村里发生代志啦。后尾我有敲电话，阮查囝伊伫桃园啦，啊因先生罗生来一个朋友来咧开飞机啦，伊三点我就敲电话甲伊讲啊，讲三点我讲，讲村里发生代志安尼啦，啊，咱有啥物想法？要安怎甲祈祷无？要安怎讲祈祷？尽量我来讲平安找着无碍尔。啊！你才刚才讲，迄陈毅平常时啊，伊平常时就真乖啊，真有礼貌。看到我落来叫阿伯啊，是讲厝边隔壁拢会共拍招呼咧，系。嗯。啊！你常看到伊是？哈？常看到伊是去当作是安那哈？伊精神啊真好啊，系哇系啊系啊。系啊！伊就常甲尾阿妈则讲，伊讲啊，我讲啊，你袂得上班啊？伊讲系，我袂得上班啊，安尼，系对。